今天下午的婆罗乃跟越南的比赛是双方重新交兵，因为越南的黎文光在昨天违规上阵，经过婆罗乃抗议以后裁定要重赛，同时黎文光今天不能够再出场。这场比赛双方还是僵持不下，上半场0-0打成平手，下半场婆罗乃得到顺风的攻势，5分钟的时候后卫踢进一球，越南队失了一球以后全力反攻，20分钟的时候也在18码的地方踢进一球，扳成1-1平手。